百花盛开，最近还出现了三种春天颜色的花地毯，要吸引游客的目光喽。像是山茶花的红色花毯，还有泡桐的紫色花毯，另外白藤花的白色花毯，总共三种颜色，让游客直呼也太美了吧。粉紫色的泡桐一串串盛开，随风摇曳，就像一道道紫色波浪，相当美丽。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泡桐，哇，真的很壮观，而且掉了满地的花地毯。春末夏初，武林农场百花盛开，除了粉紫色的泡桐花，还有火红的山茶花以及雪白的白藤。这边有高达3公尺到5公尺的美丽的山茶花，花非常多，飘落下来变成落英缤纷的花地毯。漫步在农场内，抬头可以欣赏三种娇艳的花卉，低头还有特殊的三色花毯，别具浪漫。赏花不止在白天，夜间特色的灯光打在垂坠的白藤紫藤上，光影变化搭配花卉姿态，形成独特美景。气候季节的转变赋予植物新风貌，也带来变化万千的云海美景。从金龙山上往下看，前卷流动的云层透着城市斑斓的灯光，细细品味这绝美夜景，让人抛开杂念，忘却烦恼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下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，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